在节目里面我就一直想有一个机会能跟凯歌合作或者合唱一首歌。今天前天也没见今天又一次圆了我的梦。下面有请听众贾呢。因为现在非常优秀啊，其实在他那年龄的时候，我在他那年龄的时候确实没有他唱得这么的棒，这么的好。尤其是我们第一次的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唱那个《军中女郎》，就王海西，对我来讲，那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才唱的作品，他大二就已经完成了，就是我就觉得这小子将来相当厉害。刚刚才英语越来越好。其实凯哥是我们的前辈，而且你说话不一样，凯哥是我们的老大哥，哎，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跟凯哥学习，不光是这个专业的做人啊，是的，对，我们都会跟他学习。我在听你讲相声，什么意思啊？